现在到你屋里去睡，快点。佳明，你快醒醒啊！多多，谁喝酒了？昨晚我们都喝多了。谁喝多了？佳明呢？你们房间了，他睡在我那儿了。今天早上起来才发现的，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你千万别误会。我只相信我看见的，我看见鲍佳明睡在了你的屋子里头，可是我没有看见你从哪个床上下来的。真的是喝醉了，睡错床了，是不是还睡错人了？真的是喝多了，你别误会。你当我三岁小孩啊？你少拿喝醉了当借口好不好啊？没事了，干嘛要喝醉啊？哈，于小强，你是不是看上我们家鲍佳明了？你要是喜欢他，告诉我，分分钟提货。别这么说话好吗？佳明的心里面只有你，真的。于小强，我真是小看你了啊！你怎么这么会说话呀？我现在反应过来了，我那件Chanel你是故意缝走样的吧？就是想看我出丑是不是？我知道了，你表面上是离家出走，背地里就是想报复你出轨的老公，找一个像鲍佳明这样好看又体面的男孩子做跳板。于小强，老牛吃嫩草这种事儿，也只有你们这种危机四伏的中年妇女才干得出来。干嘛？对不起，有点恶心。是恶心，慢慢恶心吧。嘟嘟回来过了。嗯。他又走了。嗯。你刚出去追他了。嗯。昨天晚上咱俩都喝多了。我睡了你的房间。嗯，那你睡哪儿了？我睡在你房间里了。
那为什么我的床跟没人睡过一样？我早上起来收拾过了。是在嘟嘟回来之前吗？是的。那他也不能把我的琴砸成这样啊！他砸琴的时候，你拦着他了吗？没有。你为什么不拦着他？你知道这把琴对我有多重要吗？我从安徽出来的时候，我什么也没带，我只带了这把琴。他跟了我多少年了？嘟嘟也跟了我这么多年了，他为什么就不相信我呢？你说我跟你怎么可能那个什么嘛？哎，对了，昨天晚上你不是蒸了四只大闸蟹给我吃吗？结果我一口都没吃到，我就喝挂了。我睡在你的房间，你还睡了我的房间，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这是怎么回事啊？哎，你也很奇怪啊，你早上不是很早就起来了吗？你还有空铺床，你干嘛不把我叫醒啊？你这什么心理？旅馆送下我吧，等你回来我就从这儿搬走。你别忘了给嘟嘟打个电话。这事你不用管了，他这么不信任我，我不会给他打电话的。你没事吧？一会儿我想去趟医院。行，我就送你吧。喂，你在哪儿呢？喂，哎，我这儿呢，我这儿。别打了，小伙子。哎呀，于叔叔，哎，是，佳明是吧？哎，小强姐给您打过电话了吗？打了。不好意思，我来晚了。不，你什么话呀？你说小强也是，他忙他的呀。这么近离这车站，我又没行李，用不着送啊。是我自己要来的。哎呀，能碰上你这么热情的年轻人啊，真是不容易。这是应该的。这世界上可没有什么应该不应该，只有愿意不愿意。那我说错了，是我愿意的。叔叔，咱们应该走了。走。这个，谢谢啊，来，走。昨天小强跟我说你啊，人好，把房子租给了他，他心里特别感激你。他现在啊，非常时期，丈夫出轨了，对他也不好，还有他那个婆婆，怎么说呢？我昨天到他们家去啊，差不多就是让他婆婆给轰出来。我送上门的大闸蟹，一股脑又都扔给我了。话说的也不好听。他说什么了？这他说让我吃不了兜着走。这么难听的话都说得出来，这也太王八蛋了。千万别告诉小强，他要是知道了，非气死我了。行。叔叔您放心吧，我不会说的。你还有什么事儿就尽管吩咐我吧。早上我去银行啊取了点钱，先搁在你这儿。我要是直接给小强啊打死他，他也不会要。叔叔，我这就算帮叔叔一个忙啊，给他买点好吃的。他租了你的房子，就拿他当姐姐吧，啊，多照顾照顾他。我现在是他弟弟了，照顾他是应该的。哎呀，佳明啊，我知道
我这么做给你添麻烦了？没有。按理说，这个时候我应该在他身边多陪陪他。可我在他身边，他对我也得忠孝仁。他不好受，我也不好受。叔叔，您放心吧，有我在呢，我会对他好的。谢谢了，叔叔，您别这样，叔叔，叔叔。每隔一周要整理冰箱，可以放一只柠檬。速冻格里的肉馅是我剁的，只要化冻就可以了。牛奶要注意，千万别喝过期的。照片吗？照片全都在 U 盘里。明天我老公要举办一个新闻发布会，专门为那个女人。让我们掌声有请刘光耀总经理和我们蓝之星品牌的设计师蓝星小姐上场。感谢团队，感谢诸位，感谢生活。现在我宣布，本公司的分公司今天正式成立。首季推出的最新品牌，是由我们公司最优秀的设计师蓝心小姐倾情奉献的完美作品。感谢刘总，感谢朋友，感谢生活。
好，接下来请大家屏住呼吸，敬请期待，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有请我们刘总触动屏幕按钮。要是有那智商，现在也不至于无家可归了。那是你自己想干的，我很想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做。我替天行道啊。我就是想让你为自己所做的事感到羞愧，让你的朋友同事都知道你的真面目，知道你对自己的妻子家庭有多么的不负责任，这是你应得的报应。哦，你做到了，达到目的了，你满足了吗？还行吧。你不觉得自己的这种满足很肤浅吗？我今儿为了揭露你这个伪君子，我宁可当一回小人。有种。我承认，我外面有人，我这么做对不起我老婆，对不起我的家庭。但这是我的私生活，与你无关，与任何人无关，更与我的工作无关。你知道吗？为了今天的新闻发布会，我们公司上上下下100多人付出了多少心血和精力，其中大部分是你这样的年轻人。是我遭到报应了，可你对得起那些无辜的人吗？你不觉得你这么做应该感到惭愧吗？我是幼稚，我是肤浅。我今儿就是一时冲动了，可是究其根本的原因，你看这样行不行？我白天照常工作，晚上我就在这儿住一下。我也没有太多的东西，不会占太多的地方，我也不会影响他们这儿休息。能不能跟院长说一下呢？小强，住值班室也不是长久之计呀。我很快就会找到房子的。小强，难道你铁了心要和光耀离婚？怎么了？张姨，我怀孕了。啊？这是你老婆？这是你亲老婆吗？你起早贪黑、辛辛苦苦忙的事业，就被他这么毁着玩儿？你们的夫妻关系也太逗了吧！这事不是他干的，于小强没这脑子，他是被人家给忽悠了。那就找啊，把忽悠他那个人找出来，绳之以法呀！绳之以法，照片你都看到了吧？证据在人家手里，你怎么绳之以法？那你什么意思啊？不了了之了？只能不了了之啊。
你的荣誉、公司的荣誉、我的荣誉被毁成这样了，你就不了了之？你这叫软弱。小不忍则乱大谋，这叫智慧。听我的，现在从我办公室里乖乖的走出去，就当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懂吧？我没你的智慧。老高啊，我今天来啊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什么事儿说。好，你知道的，我和小强妈妈原来就是好朋友，我是看着小强长大的。再说了，我们家芳芳和小强也那么要好，那我就有话直说了。是小强让你来说和的？于小强怀孕了。什么？于小强怀孕了。她现在啊就住在我们医院的值班室，白天呢在我们医院当保安，晚上呢和值夜班的人住在一个屋子里，还得爬上铺。你说这营养跟不上吧，休息又得不到保证，哎呦，我心里着急呀。小强真的怀孕了？真的怀孕了，她只告诉了我一个人，但我知道小强为了怀上这孩子没有少吃苦。你说这好不容易怀上了，万一……我不是多管闲事啊，我只是觉得现在不是他们小夫妻俩吵架的时候了，而是有下一代了。怎么说呢，他们还没离婚，那你现在还是他的婆婆呀，他还是你媳妇呀，于情于理你都应该给他一个安稳的地方，是不是啊？是的是的是的呀。今天是我人生中最大的转折，我怀孕了。本来已经决定离婚了，可是现在孩子来了，难道让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父亲吗？哎呦，本来都打算离婚了，这时候又告诉我怀孕，这老天爷是真会跟我开玩笑。还有，您说今天的事儿您都知道了，辛辛苦苦啊准备了发布会，就让那小强还有他那个电脑啊，那小伙子一下也给搞砸了。你的那个什么发布会办砸了可以再干，我盼孙子可是盼了七年了。那您说七年他都不来，那怎么现在就有了？不会是假的吧？小强没必要骗人，而且是张主任说的，张主任可是一字千金，他不会乱说的。那真要是真的，您说怎么办？真要是真的，你得听我的。第一，你跟那个叫兰心的女人立刻断绝往来。第二，明天一大早跟我到妇产科医院去接小强。你去找过我婆婆了，张阿姨？对，为了孩子。如果没有孩子，说什么我也不会这样去做的。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有了孩子了。可我现在怎么可能还回到那个家里呢？哎呀，小强，你不要再跟我犟了好吗？我考虑再三，只有这条路可以走。说不定你和光耀就因为有了孩子，大家各自退一步，冷静冷静，还能重新开始生活。你现在是母亲了，凡事要为孩子着想，这就是做妈妈的第一步啊。也就是说，为了孩子，我只能委曲求全。不委屈，怎么能求得一个全字呢？在孩子的眼里啊，有爸爸，有妈妈，这就是一个全字啊。小强，听阿姨的话啊，为了孩子，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他们来了，来了啊！
来了，方少。小强啊，妈。小强啊，好了，夫妻没有隔夜仇，我们还是一家人吧。是啊是啊，小强，赶紧把这身衣服换了吧，收拾一下东西回家啊。光耀，赶紧帮着收啊。先上楼去休息啊，我请了个钟点工啊，叫小管，一会儿饭做好了喊你下来吃饭。好的妈。嗯。配个笑脸你会死啊你啊。特别别扭。妈妈，我的个性要不是为了孩子，我能那么低声下气吗？哎呀，求啥呀？不就为了求了七年的孩子吗？想想孩子啊。那，到楼上去，陪陪他，哄哄他，让他开开心心的。将来有了孩子，一切都会好的。听话。哎，那个，你歇着吧，东西我都搁这儿了，我先上班了。啊，哎，老刘，你能帮我把车取回来吗？刚才我给忘了。每天呢都记得要买猪骨头、活虾，还有啊，煮饭的时候记得加一把小米或者糙米。嗯。然后呢，这个记得了啊，西红柿、芹菜、胡萝卜，这每天必备的。另外呢，就是自来水啊，不能让大姐喝，你呢一定得矿泉水烧开了以后给她喝。哎，不对的，这个矿
泉水烧开了，就没有矿物质，就没有营养了呀。哎呀，你懂什么？这，哎，小强，来来来，哎，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新来的阿姨，叫小管。嗯，我怎么叫她呀？叫大姐啊，大姐。我去冰箱看看还缺什么，待会儿一块买回来。你们认识认识啊？你姓管啊？哎，是管人的管吗？被管的管。哎，你叫管什么呀？哦，我叫管淑芬。大姐，我来，我来。别叫我大姐，叫我姐就行了。啊，姐。呼噜，我怕影响你休息。你早点休息吧。行，你也一样。光耀怎么又到客房去睡了？他可能在那儿睡得更舒服点吧，你快睡吧，妈。妈跟你聊聊。小强啊，我只要一想到我马上就要抱孙子了，哎呦，我是乐得觉都睡不着啊。还有八九个月呢。我可是盼了七年呐。哎呀，老实说呀。光耀不是个东西，做错了，对不起你。我跟你吧也有点误会，我们彼此之间都有不对的地方。可是从现在开始啊，一切都让他过去，啊。你看，老天偏偏这个时候让你怀孕，那不正是给我们家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吗？婚姻是两个人的事儿。光我一个人想也没用啊。我已经说过光耀了，他保证啊会跟那个叫蓝星的断绝关系。儿子怕妈你是知道的，更重要的是他心里头还有你呀。小强啊，就算是为了孩子，你也得好好的跟光耀过下去。好，那从现在开始啊，这一切都让他过去，全忘了。我们一起向前看，给孩子一个幸福美满的未来，啊。不也还没睡吗？儿子，顾全大局，你跟那个蓝心必须马上断绝关系。你要是不方便，妈去说。我自己处理吧。儿子，摆在你眼前的是你必须做出决定。孩子和女人，你要哪一个？我当然要孩子了。好，
小强回来了，对他好一点，别老摆张臭脸，啊，笑一个。怎么了？没事儿，等你吃早点。坐这儿，坐，吃吧。大军，新鹤果汁，我让小管现榨的，苹果加橙汁，维生素 C， 以后每天都得喝。还有啊，谷物类也得跟上，看到没有？尤其得吃一点坚果。核桃、花生米，好东西。还有玉米、山药，这都是好东西。嗯。你们都站着，我也不敢吃。啊，坐。来，一家人吧，来。来，你吃，我来。坐。嗯。那个月子中心呢，我已经去看过了，是早了一点了，可是。迟早要看的吧，是吧？哎呦，稍微好一点的那个月子中心呐，根本就要一年多前就预定啊。有那么多人怀孕吗？还一年多前就预定，真是！现在呀，什么都要抢。妈，我还是在家坐月子吧。别，这事儿你还是听妈的。我看张主任他们那儿就不错，那贵是贵了点儿，可是设施啊、条件的服务啊都不错。那怎么行啊？嗯。小强在那儿工作过的，我可不希望他到那儿去的时候，别人在后面指指点点，说刘光耀的老婆离家出走的时候在这儿当过保安。妈，你说这个吧。开玩笑的嘛。不过小强，我觉得那工作呀，还是辞了吧。那保安他别的不说，他天天站着，而且万一碰着个吵架的，你说你上不上？你一拦着那玩意危险。对，赶紧把工作辞了啊！你就好好待在家，妈会好好照顾你，你呀、啊、就安心生孩子啊。其实我定是我错了，我错了还不行吗？你又跟我回家了，哎呦，你看我都受伤了，哎呀，相伴走下去，爱到底，我们不会再犹豫，在一起，永远不要再分离，爱到底。
幸福，我们爱到底。在一起，永远不会再。